相品，这个现众表教的第八句，从这看起，令普安住一切三昧，敬未来机。 我们就是最后的字幕上最后的三行啊，这个是菩萨得业诗句里面的第八句，他十句每一句。 是代表一地，这个第八句呢，就是八地菩萨。前面说到七地，得十方诸佛的加持，啊，八地是不动地了。 清凉大师跟我们提示的：无声、无动，住三昧心。呐、啊。啊，令普安住。 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量三昧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一切境界里，无论是顺境啊，是逆境，是善缘还是恶缘，他都不动心。 为什么他不动心呢？这是正如甚深呐、啊，如是讲法界，对于法界的理，法界的四相。 有了很深刻、很透彻的认知啊，通达明了一切事实真相啊，所以他的心呢定。 不再动摇了，啊！不再被境界影响，不再被环境所动，所以叫做不动地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。 这个令呢，是令自己的心呢，啊，教自己的心，普遍的安住在一切三昧，啊，无量无边的三昧，三昧是正受，啊，也就是一切受用啊，皆得其正。 我们凡夫的受用啊，是不得其正的、啊。不得其正的现象是什么呢？你有苦，你有乐，你有忧，你有喜，啊，身有苦乐之受啊，心有忧喜之受，这不是正受啊，正受啊。 就是苦乐忧喜时，这五种受通通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就叫做正受啊。这个时候与信德完全相应，反夫之受是不正常的。与。 情时相应啊，它不是与性德相应啊。幕后这一句很重要：“今未来记。八地菩萨得道之后永远不会失掉了。” 换一句话说，永远不会退转了。八地之前呢，还有退转；八地之后，真的不退转了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、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二位月智菩萨，啊，《弥陀经作阿八智》翻译阿毗跋致。 都是从梵文音译的，啊，音差不多。嗯，这一句，我们怎么个学法？我们的修学要从。 忍辱波罗蜜下手，要有耐心的，要能忍呐、啊。古大德常常教我们：忍人之不能忍，别能别人不能忍受的，我们能忍。 所以，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三昧就是禅定。你看，在六度里头，忍辱才有精进，精进才能得定。啊，所以你不能忍。 你怎么能成就呢到得定了才算是成就啊，小成就啊，开智慧了，叫大成就没有得三昧，你的修学没有成就啊啊，真正能忍，这个是相似的成就。 不是真成就，有一点像啊。那么，什么叫三昧？一切境界现前，菩萨与凡夫啊。 和光同尘呐、啊，形象上看呢没有两样呐、啊，骨子里头不一样啊。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其心动念啊；佛菩萨呢？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为了方便度化众生，所以完全恒顺众生呐、啊，随喜众生呢。它里头有功德，它功德是什么呢？那里头确实没有起心。 没有动力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正受。这个心清净了、啊，平等了，啊，真诚、慈悲，充满了智慧。啊，学佛在哪里学？就在生活里面学。 在工作里面学，在日常啊应酬里面学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应酬啊，会学的人，你想想哪里不是道场？什么时候不是道场？ 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是是道场啊，而是大方光佛华严的道场。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是真难啊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的习气。 我们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太重了，无始劫来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，现在要改，真难呐、啊！啊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能不改，时时觉。古人这个话说得好，哎，怕念这个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常常保持你的警觉。啊，我一接触。 念头才一动，我怎么又会起这个念头了？我怎么又分别了？我怎么又执着了？或是，在四相上啊，有的时候要分别，有的时候要执着。 这最难的啊，分别是是为他分别的，我没分别啊，所以分别执着是化他了，不分别不执着是自立呀、啊，自立跟化他同时。 同处同一桩事情啊！我为别人解释，为别人分析啊！自己确实确确不确实有念头呢？没有，确实没有念头。根本有念头，你怎么会分别啊？你怎么会会执着？ 佛在经里头说了个比喻，说的好啊。譬如，击鼓撞钟啊，你一撞击，这个钟鼓就响了。你撞击的声音，这个力量重，它就响得大。 你撞击的这个力量轻，呃，它声音就小。佛就问了：中古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中古有没有执着？也没有执着啊。没有执着，它为什么会响啊？啊，它响的声音为什么会大？为什么会小？ 啊，为什么会长？为什么会短？众生由心来扣啊，道人无心而应啊，所以佛菩萨所说的。 所教的，所表现的，是无心而应呢。我们要学，啊，这叫真功夫啊，这叫真修行啊。什么时候你真正做到于一切法？ 无心呢、啊啊？无心是无什么心呢？无执着心，无分别心，无妄想心，那就恭喜你。 你已经转识成之了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，转一时为妙观察之。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之。转前五时。 为臣所作之，真真转得过来的，啊，真转过来了，地上菩萨了，菩萨摩诃萨了。 啊，学着转，转的功夫得力。啊，没有完全转过来，但是转的功夫确实得力了。言叫粗竹以上了，化身菩萨了。 我们一般修行人不知道怎么用功，把方法都搞错了。学教的人，这个在佛法里面。 占绝大多数，应该说要占百分之九十啊！啊，我这个说法不是随便说的。佛教十个宗派嘛，除了禅宗之外。 其他九个宗派都叫教下，那不是占百分之九十吗？啊，教下人用功，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啊，要提得起观想啊，读经。 随文作观了，六根借出六尘境界，要随时入观。啊，观是什么呢？观是慧，啊，观是智慧，啊，所以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那是尘所作之啊！对于外面境界相，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白，心地真净，一尘不染呐、啊！啊，这这是定慧等学。 真的在用功啊！真的在功夫功夫啊！啊，言见色，言在色尘里面入三昧。啊，注意要记住，这个入三昧就是得正受。啊，而文声。 而更在生尘上得到正受啊，这个正受就是不起苦乐游戏时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起妄想分别执着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 帮助一切众生呢，解决疑惑啊！随问随答，啊，应急受罚了，没有通过考虑的。我想一想，啊，该怎么做法？那就错了，那是反复。反复要想一想，想一想，落在第六意识。 我的权很轻重，落在第七十啊,啊，印象深刻落在第八十这个不善修行啊,啊，但是我们想想，今天的修行人。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哪一个不落心意识呢？不落心意识，我们可以说他是再来人了，他就不是凡夫了，他不落心意识。 那落心意识怎么办呢？希望啊，这个落心意识的程度逐渐逐渐淡薄，这个就是功夫的进步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检点，我今年的妄想分别执着。 跟去年比，是比较轻，还是比较重，还是一样？如果觉得今年比去年轻，进步了；如果今年跟去年差不多，没进步；如果今年比去年还要严重，那你退步了。 这是一种很好检点自己的方法。修行功夫稍稍得力的人啊，你应当反省检点呢，一个月一个月比较。 当然，最好的呢，是一个星期跟一个星期做比较，你会觉察得到啊，你的进步很快呀、啊，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勇猛精进,进。 啊，平常我们念这一句，这四个字啊，它里头真正的含义，我们很不容易理解。你自己做到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有进步，那个勇猛精进四个字的意思，你懂得了。一年比一年有进步。 勇猛精进的，你不懂。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，那个勇猛精进有一点印象，啊，有点模糊印象。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都有进步，勇猛精进意思你懂得了，你真体会到了，这叫实学、啊，真实的学问、啊。 怎么个做法呢？先把脚跟扎稳。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修在家出家，学了不少年了啊，问问他功夫啊，功夫老样子，甚至于比学佛之前。 妄想分别还要严重啊！不学佛的时候烦恼还少，学了佛之后啊，哦，烦恼更重，更重了所以，真的有一些人吓倒了，吓退了。 我们见过啊，吓得不敢学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修学不,不明道理，不懂方法，不设境界。 才产生了这么许多错误啊！要是追究其根本，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教根没有站稳呐、啊。 折根没有落地呀，漂浮在上面的呀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那个叫根是什么呢？世尊在《观经》上讲的敬业三福啊，那是根呐、啊，我们所获了。 这三条是一句，很多人会念，什么意思不懂，怎么做法不晓得，想做不知道从哪里做起。啊，如果说这三条是一句。 具体的内容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。这个十一句是题目啊，是总纲啊，哪一部经论？ 你们想想看，啊，佛所说的，能超过这十一句的范围呢？所以，这十一句是我们学佛的开头，我们从这下手。 这十一句啊，也是我们学佛的圆满，圆圆满满做到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这个人成佛了。我们今天开头啊，所以。 我们对这一句解得很浅呢、啊，我们行得不深呢，啊，浅学、初学，落实在哪个课本呢？ 第一条，十善业道经啊。第二条，沙弥绿仪。第三条，地藏菩萨本愿经。 这个是修学大成的根基啊，所以同学来问我，我们现在学什么？学什么都好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根基啊？好像盖房子一样，啊，盖什么都好，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土地？ 那土地都没有了，你还盖什么房子啊？敬业三福是你有了土地了，啊，你打好地基了，有土地，地基打好了，那你想干什么都成就。 至于怎么样修、怎么样学，啥秘律的都有。平常老师教，我们怀疑啊，对老师所教导的。 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有疑惑，不能接受，这是自己的不负之相啊！自己没有善根，没有福报啊！啊，那你就要培养善根，培养自己的福报。 怎么培养法呢？读圣贤书啊，圣贤书都是性德的流露啊。早年李老师要我读印光大师文章 真好啊！啊，杜文超用意在哪里？培养善根福德啊，善根福德不够嘛？善根福德够了，就等于说你已经有钱了，你可以买地呀、啊。 啊，你有善根，有福德了，你可以买地盖房子了。啊，那个地是什么呢？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地呀。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修行。 具体的落实在十善业道、沙弥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土地是土地所有权状、啊、是地图，不是真的土地。 真的徒弟在哪里呢？在戒律，在舍善。啊，再跟你说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。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啊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啊，我现在应该要学什么？如果你没有根呢、啊？ 你用尽了功夫，用尽了时间，你是花瓶里头的花朵，没根，几天枯死了。你学的再好，学的再多。 你也能言善道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啊，得到大众的赞叹，明文利养可以得到，啊，最后李老师讲的话了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呐、啊。 这不是真学问呐！啊，哪些人做真学问呢？往往我们瞧不起的，没看在眼里。啊，老太婆、老阿公，甚至是很多愚痴的人。 没念过书的，不认识字的，一天到晚很卖力为大家服务，啊，做这些苦工，心里佛号不断，将来走的时候现一招给你看，你望尘莫及，你比不上他。 啊，出家人里面，我们看谭旭老和尚常讲的，修武师、地仙法师的那个念佛的土地锅炉匠，他们在没有亡生之前，谁瞧得起他？ 啊，王僧这一招表现出来了，大家称赞了，没有话说了。啊，他那是真功夫啊，啊真的没有自私自利，真做到了忘我。 圆圆满满的牺牲奉献，为大众服务劳役，把大众看作佛菩萨，他有恭敬心为什么呢？他自己知道自己命苦，知道自己无能，谦卑谦虚卑下了。 他完全做到了，尊敬别人呢、啊，看到别人都比自己好，啊，念过书的，啊，学什么东西一学都会的，他很敬仰的，很尊重啊，一心一意。 全心全力来服侍你们，他修福啊！啊，他万缘放下，一心求净土，这修慧呀，福慧双修啊！最后他成功啊！我们这些人难。 难在什么呢？不相信经典上所讲的，也不相信啊老师所说的，自以为聪明。今天想学这个，明天想学那个，学的很多，一样都不通。 啊，学到老一无所失。在现代这个时代，真的。 即使通宗通教，不如老实念佛了啊！所以，我们对念佛堂啊，念佛堂的功课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底啊！我们遵从。 地闲老和尚的教诲，啊，他教锅炉匠的这个方法，也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。啊，自己要求自己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心里头没有一个杂念。 你念到这个境界，净土就成就了。你能够随意往生呐、啊，啊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啊！啊，你也不必去想。 什么三呃呃四徒三杯九品，别去想这些啊！这些呢都打闲差。啊！想这个干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句话：不能间断呐！口里头可以断，心里头不能断呐。 今天早晨，我和个吴胜四说：“你通宗通教，学的很多，说的天花乱坠，鬼神瞧不起你。”啊，为什么呢？ 你没有根，你做不到。你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像佛菩萨，鬼神瞧不起你。如果你把上面律已学会了，你统统做到了，鬼神看到你都给你顶礼。最后我说。 不但鬼神给你定理，十方三世诸佛看到你都给你定理，为什么呢？你救了佛教，啊，你是真正佛陀的代代表，啊，你救了佛教啊。 讲经说法救不了佛教啊，也救不了自己啊！啊，然后你想想，你应该先学哪一门？啊，他问我，那华严经是不是可以不听了？不是，华严经不是为你讲的呀、啊。 会学的人，那是这个这个这个，呃，《华严大经》上常说啊，会学的人离世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啊，不会学的人，处处都有障碍。啊，有障碍，那你就得要有选择。 学华严一天听四个小时，占了你很长的时间，你是可以把它放下。啊，专心，一定要克定进度。啊，我十善业道，两个月或者三个月要成功要修成。 什么叫修成呢？要落实啊！十三业道经，你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啊！落实说落实就十句啊！啊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其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 你落实了，你真正做到了。天龙鬼神看到你恭敬你，为什么呢？你是世间的善人，啊！但是你不能代表佛，啊！你要代表佛，你要遵守佛的法度。 佛的法度是戒律啊！你学戒律，那你是代表佛，你是代表正法久住啊！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 上面律仪，我们用多少时间来学呢？我想三个月足够了。所以学东西要有进度啊！你学的，你会有发喜。嗯、这个。 修学的心态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呢，这个士气呀、啊、非常旺盛啊。现在人家有成就感了、啊，他的期望啊。啊，李老师很懂得这套方法。 我当年在台中接受他老人家的调教，啊，他把我学习的气氛呢提升了。本来我对于学校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，他能让我生信心。 啊，把这个学学习的心理加强啊，让我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心，学习的情绪非常之高，那个、进度啊，我到台中。 跟他一年三个月，十五个月啊，学校。 我是旁听生的，啊，我不是正科生的，因为他那个班有二十多个同学，老师教学的顺序是按同学先来后到，啊，先来的人。 排在前面，我是最后去的啊，所以我二十多个同学，我摆在最后啊。啊，老师教学一次只教两个人。 啊，两个人学同样一部经，啊，那个时候他的标准就是上台去讲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培训班，完全用他的这个方法，你在上台讲啊，啊，两个人呢，一个讲国语。 一个人讲台语，啊，好像两个人呢，一个在讲国语，一个在翻译台语啊。其实他们两个人用同一本的讲义，啊，上台表演，一次是一个半小时。实际上呢，他们每一个人只讲四十五分钟。 四十五分钟的讲义，大概要八千字，啊，每一个星期他要写八千字的讲稿啊，上台去讲啊，啊，我最后去的，我旁听啊，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说了，我的记忆力好。 理解力也还不错。我旁听所学到的，比他直接接受老师指导的，我比他还要多啊！但是我没机会上台啊，讲台顺序是是有次第的。 我听了十三部经这十三部经我都会讲，我讲的比那个学的同学肯定要讲的好啊！但是我没机会，几乎是一个星期呃一个月学一部啊。 那个学习的情绪高了啊，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呢，就发心出家了。啊，一出家教佛学院，教佛学院教一个学期，我才用一部经。我学了十三部，佛学院三年六个学期才用六部经。 我还有七步还排不上用场，比佛学院确确实实高明，有效果但是这种方法佛学院不能够接纳，古大的代代相传的老办法了。 我们接着讲，李老师那个道场是个居士道场，在家学佛的经学班的同学，一个出家人都没有。啊，我参加经学班的时候是在家。 所以，像沙弥戒、比丘戒，在家居士当然不能讲，所以只给我们讲三归、五戒十善啊，他自己。 编了一个小册子，《五种一个不是那个常理举要》啊，要求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做到。这都是属于戒律的范围呀。啊，另外呢。 他选的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，啊，叫我们自己学习。啊，这个书他没有讲解，叫我们自己学习，作为我们修身的读本。 啊，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有，在家居士道场啊。我们现在这个道场是出家的道场，比在家的这个行持标准呢、啊，一定要提升呢、啊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出家人是代表佛的，狭义的说，代表本师释迦牟尼佛；广义的说，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 那我们的行持要不相符可不行啊！啊，所以古时候这沙弥律仪，你们你们都看到啊，注解里都看到啊。古时候一出家，五年学戒。啊，五年学的是什么戒呢？就是沙弥律仪。 跟比丘戒先学的样子要像啊，然后才能够学教啊，或者是参禅，你才能进入讲堂。 听经闻法，或者进入禅堂参禅，你没有五年戒学的根基，你没有资格入这个堂口啊！啊，讲堂跟禅堂，你都你都不能进去啊！ 念佛堂行，念佛堂是三根普被，利顿全收他不要求这么高的水平，但是念佛堂啊，要不持戒，你念佛的功夫也不会得力至少三皈五戒十善。 你能做到啊？你念佛才能往生呢、啊。如果这上有亏欠的，佛念的再好，不能往生。啊，如果是出家呢，那沙弥、律仪一定要做好。啊，可以进念佛堂念佛。啊，所以是出世间的。 学学，它都有个根呢。啊，现在人所讲的基础教育，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老人没教我们，我们失学了。 正如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昔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”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要补习啊！如果不学， 没有法子成就啊！佛再慈悲，也帮不上帮不上忙啊！啊，那么你们要问，这大经可不可以听呢？可以听啊！为什么呢？大经天天在劝我们，我们功力要用在什么地方呢？ 功力要用在戒律上，这就对了。全心全力，我劝同学用两年的时间呐、啊，把自己这个根扎稳了。你们要学别的经教，两年之后。 这个两年,年一定要把根扎好啊！换句话，两年,年当中啊，要学的像一个佛啊。佛的样子是什么呢？戒律就是佛的样子啊。这个经论上常讲啊，三昧是佛的心啊。这个地方，呃，今天我们念的这一句。 无声无动啊，住三昧心呢、啊，这禅心呢、啊，这佛心呢、啊，啊，教是佛的言语，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是有言语，没有佛心，没有佛的行，你那个言语不真呐、啊。 你的言语肯定有过失，啊？为什么呢？一般所说，道听途说，听别人讲的，不是自己亲身体验，所以往往把意思错坏了，啊？你错说了，你误导别人。 自他都有罪过啊！怎么样说才不错呢？你自己做到了，你有亲身的体验，你心是定的啊！你为别人言说，你自己负责任呐、啊。 这还得小心谨慎，为什么？怕别人听错了，总要有防范。可是这种事情防不胜防，我们有防范的心，有防范的措施就好。为什么呢？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，你看看这个世界，啊，看经的，啊，听讲的。 误会的人很多、啊，佛菩萨尚且如此，我们哪里能避免呢？但是，决定不能说有意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无意，无意是疏忽，也有罪过。一定要小心谨慎呐、啊。 要记住啊，阴戒生定啊，阴定开会啊，会开了之后才能光学到文。啊。如果我们想学文学，啊，我劝大家读古文，这是当年。 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，读古文的用意在哪里呢？用意在看经啊，经是古人写的，你要有能力啊，看经啊，所以说你能够啊，背诵五十篇古文啊，熟读背诵。 你就有能力看古文，目的在此地呀、啊，不是在学做文章啊，啊是要拿到这个工具啊，我有能力啊阅读经典。 绝不是去学文学，啊，写字很重要，特别在中国，走到哪里，人家会铺一张纸，请你留几个字，啊，要不要写得好呢？不需要，印光大师讲的，我们守住祖师的教诲。 只要那个字写的规规矩矩、公公正正就好，出家人的本色啊！我们不想做个书法家了，世间的艺术啊，我们不能在这上浪费太多的时间。 古时候，出家人有很多啊，这些琴棋书画都有很深造诣的，那不是出家以后学的，出家以前学的啊。近代弘一大师住下的，要用现在的话说。 他真的是个艺术人才啊！啊，音乐、绘画、啊书法、篆刻，不但会、啊，他有很深的造诣、啊。出家之前学的，不是出家之后学的。 出家之后学的，行不行呢？行，你自己的道业成就了，生死有把握了，学一点这个东西，戒严大众，啊，做度化众生的全桥方便，行。如果自己道业没有成就， 你怎么能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上面？我为什么出家？这一句话重要啊！ 出家的时候，我想想，大家那个初心，都是想聊生死出三界啊。聊生死出三界，这个世间这些东西，你要不放下，那是障碍啊。所以，必须要学的，要学一要学一些，学到我们自己够用了就可以了。 我对于世间东西的学习，也是在没有出家之前，啊，出家之后不再动了。啊，我学过音乐，我也学过绘画，啊，也学过写字，出家之后不再搞了。 画完全丢了，音乐完全丢了，啊，写字有的时候还要用，但是这么多年来没有进步，啊，没有在这上留意了，啊，篆刻我不给人家刻东西了，只有自己用的印章。 啊，偶尔刻个一两口，全心全力用在经教上啊！啊，我这一生在讲台上。 这个时代，崇尚于民主、自由、开放谁都没有权利约束谁。为什么现在讲人权呢？不可以违反人权呢？所以，只有劝勉呐、啊，没有约束。 啊！我劝导大家，大家肯听，我们在一起同学非常欢喜。我在这里多住几天，劝大家，大家不听，啊，不听，我赶快走路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人权，我不敢冒犯。啊，过人搞过人对吧，过人生死过人了啊。 过人吃饭，过人饱啊！啊，今天我们大家在一块相处的关系，我常常讲啊，朋友的关系啊，我们尽到朋友的责任啊，朋友是规劝的，规过劝善。 啊，能接受，啊，我们多说一点；不能接受，绝不再说啊，所以怎样求得正收，是要按部就班，是有方法，啊，有层次。 只要我们自己明白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逐步向上提升，纵然达不到正受，也能达到边缘。天台大师讲的“相思味”关心为、“观行味”。 观行为就是功夫得力了，知道在一切时、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，都是修行的道场啊！你就会用功了，那进步就快了。再看下面第九句：常见祝福。 无边法界功德海深，这个第九句啊，当然就是九地菩萨啊，九地菩萨呢是法师地。 在《大乘经》上，菩萨五个大位啊，这个大位、啊、就是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啊。每一个大位、啊、里面又有。 十个位次，啊，五十个位次的。加上等觉是五十一个位次。每一个大位里面第九都是法四位，啊，舍性位啊，九性菩萨是法四，舍助位啊，九助位啊是法四。 那么这里讲到九地，九尾法师啊，见无边法了，教化众生呐、啊。所以这个经文上说：“常见诸佛无边法界。” 功德发生，法师不亲近佛，你这个法怎么来啊？所以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法师。 不能不求生净土啊！即使是功夫差一点，往生西方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行啊！这样地位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还是得阿弥陀佛。 本愿威神圆满的加持，你的神通道力、智慧光明啊，跟阿维月智菩萨相等啊！阿维月智菩萨是什么菩萨呢？八地菩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不是你自己修得的,的。 阿弥陀佛加持你，使你得到的啊！这个时候，你有能力呀、啊，随时随意参访设方法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你有这个能力呀、啊。 你去参访诸佛如来，就像《华严经》上我们看到这些菩萨一样啊！一定啊，先对佛致敬、行礼，然后供养，这是修福啊！啊，听佛说法，这是修慧呀、啊！ 佛慧双修啊，永远不会间断呐、啊。我们人要聪明，不能糊涂。真聪明，专心干这种事情。我要学无量无边法门，我要见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 赶紧到极乐世界去！你要专心干这种事情啊！啊，现前要搞什么经教，打闲差了，啊，把你这个大好姻缘堵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。 在这个环境里头，啊，在我们这样年龄又没有根基，经教是肯定搞不通的，死路一条。啊，我不害大家，啊，你要搞经教，要有搞经教的条件。 条件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悟性，第二个是记性啊，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啊。然后还要持戒，你才能成就啊。 我初学跟张家大师，三年当中，他跟我讲戒律很重要，讲了几十遍呢、啊，啊，总算把我唤醒了。啊，我在初接触的时候，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。 我非常羡慕啊，真的羡慕佛经的理论方法，没有把那个戒律看在眼里，自己有个错误观念，认为戒律戒律是生活规范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定的，那是给印度人定。的。 啊，我们不是印度人，我们生活习惯跟他不一样。啊，他是三千年前定的，是那个社会。三千年之后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啊，所以年轻是我的我这个观念。那我们看看戒律，是看看三千年前他们的生活方式。 当做历史文物来看，没有想学的这个念头啊！啊，所以大师了解我，善巧方便的，每一次去的轻描淡写提一下，让我录印象。啊，他完成之后，这个印象最深刻。 才想到，他提出这一句话一定非常重要，啊，认真的找这个戒律的书来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戒律没人讲啊，没人教啊，没地方学啊，啊，只有自己看，自己学习，啊，老师提示过我。 你看懂一条，你做一条，做到了这一条街你就得了啊，绝对不是形式啊。所以我最早听到的这个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张家大师给我讲的。 第二次是前年的，新加坡纳丹总统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给我提这句话，我很惊讶了，啊，张家大肆援救之后，我再没有听到人讲这句话，啊，他给我讲，他是印度教徒。 他说：“我在所有宗教里头，最佩服的佛教，啊，最尊重佛教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”我听了都呆了。这人内行啊，不是外行啊，很值得我们尊敬啊。 那么要做法师，法师不像佛，怎么能成为法师啊？所以要想学法师啊，先要学做佛啊，先学做佛呢？ 就是我们的形象要像佛的样子啊，形象要像佛的样子，佛的样子就是戒律啊，就是威仪啊，戒律是骨干的，是精神的，威仪是外表，表现在外面。 所以，戒律从内心里头去吃啊，啊，不杀生。我常常讲啊，对一切众生，蚊虫、蚂蚁、云飞、软动的小虫。 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，何况是人呢？啊，不论他是善人是恶人，是我的亲人还是我的死对头，都不能有丝毫伤害的念头。你这个不杀生戒就圆满了。 不但是没有杀伤害众生众生的行为呀，要没有这伤害众生的念头啊，令一切众生生烦恼，我们都有过失。所以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大乘经》上常讲的、啊。 佛说的，我们如果不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我们已经有了过失了。啊，不偷盗那一条，我也常讲，不能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。 我们念念当中啊，要修布施供养，怎么可以占人便宜点头呢？怎么可以有占别人便宜的行为呢？所以持戒要从心地上用功夫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呀。 这样才能够啊，养成自己的戒德，戒德放光啊！这个光呢，显示在你自己的色相。 你的相貌会改变呐，你的体质会改变呐，戒德端严呢、啊、端正庄严啊，这是法师的形象。 然后充实自己的学问，啊，因为你要戒引广大众生，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需求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你不能用一个法门度众生的。 法师广学多闻呐、啊，啊，普度众生，那要做到广学多闻，有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李老师教给我的，至诚感通。 一门深入，至诚感通，你学东西就学得快了啊！但是诸位一定要记清楚，德行在前，学问在后。啊，四红十愿，诸位都会念。 都能说得出来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那是德行。那一条就是戒律的成就啊，戒律成就了，烦恼断尽了。然后是法门无量誓愿学。 孔老夫子的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德行。从前跟孔老夫子学习的人，头一个要学圣贤人的位移。 孔老夫子是以谁为标准呢？他心目当中的标准：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夫子常常赞叹的古代的大圣人呐、啊。 以他们的行义做标准呢，那就是节律。啊，儒家的唯仪，在仪礼里,里头啊，三千为仪儒家讲的、啊。 佛法讲的是八万细行，所以儒家的礼没有了，儒在这个世间就消失了。佛家的戒没有了。 佛在这个世间就消灭了我们要想挽救如佛，要想复兴佛法，从哪里做？从自己本身做。这个事情不能求人。 求人，你肯定会失啊！要求自己，自己真正去做，续否慧命啊！啊，真正去做头一关，决定遵守释迦牟尼佛。 涅盘前教导的两句话：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吃戒？怕苦，受不了。所以，把挽救佛法、复兴佛法。 这个机缘错过了，受不了苦啊,啊！什么人能救呢？死我都不怕，我还怕苦吗？啊，拼着命来挽救！你发这个心，你有这个毅力，设方诸佛。 加持你呀！啊，你值得人尊敬啊，值得诸佛菩萨尊敬你啊！这个世间没有人发这个心的，没有人肯干了，你还能干？佛菩萨也能不照顾你吗？ 啊，你要真正好好的学儒，啊，把《弟子规》确实落实，父子在天之灵，于世间是大圣大贤，肯定加持你。 啊，孔老夫子、孟夫子在天之灵，那个威德不小啊！啊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。 佛教、道教、神教的寺庙多半都被毁掉了，夫子庙还在啊，没有被毁掉，这是夫子的未德了。儒家的护法神呢、啊？ 不能说没有感应啊，死道啊！所以现在在中国啊，儒跟佛都有渐渐的兴起的现象。我们看到这一线的生机，但是如何续佛会灭？ 是儒的慧命，就在我们肯不肯发心了，肯不肯吃苦了，啊，肯不肯依教奉献？ 果然真干，肯定像经上所说的，你会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海深。嗯、我们再看最后这一句，乃至、嗯、一切。 三昧解脱神通变化，清凉大师在这一句呢，给我们解释的很简单：，居于大晋，三昧等缘。 云是圆满的，就是慈地讲的三昧啊，这个圆满、解脱圆满、神通圆满、变化圆满，发云地的菩萨了啊，通常。 佛法里面常讲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就到这个地方圆满。啊，那么再往上面去提升一级呢，就后补佛了，等觉菩萨。 等觉菩萨是后不位啊！啊，等是等于佛，等于佛他并不是佛，啊，但他等于佛了，在舍地之上、啊。 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：“初地上是住地功德，宽于厚厚，不拘前前。”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“一修一切修啊，啊，它有主。” 它有兵，它有正，它有助，主修的就是正科。我们主修的是什么？ 那么说到主修，又要分某一个阶段，你主修的是什么，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总的来说，我们主修的是经宗这个没错，方向没错。 那进宗第一个阶段修什么？第二个阶段修什么？第三个阶段修什么？你不能不清楚啊，不能不明了啊！啊，这个阶段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，这三个阶段。 是什么呢？借学、定学、会学。啊，这分成三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里面，最初入门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啊，第一个阶段也分三段呢。 我想，这大家都晓得，敬业三福入门呐、啊。啊，你不从这个地方奠定基础，你入不了门。啊，而且敬业三福，佛讲的好，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菩萨，啊。 八万四千法门共同科目三祝福。三世诸佛这个数量太多了，肯定不是修一个法门成就的嘛！这就给我们说明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啊，现在说你学教也好，学禅也好，学静也好，学密也好。 先要问你敬业三福有没有修好？如果敬业三福没修好，那我就知道，无论你修哪个法门，你不会成就。啊，你想你盖房子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土地。啊，有了土地，你还没打地基，肯定搞不成功。 希望我们同学要认清楚啊！基础啊，要坚定啊，决定不可以疏忽啊！培训班的同学。 我知道你们都很有志气，啊，很值得赞叹。但是，如果你们要疏忽了基础，你们将来不会成就。 你们不是佛门，啊，诸佛菩萨真正的代表，啊，真正代表，你要记住，佛心、佛身、佛口，啊，佛的心。 在我们敬宗来讲，就是清净心啊。一般大乘法门里面常讲，禅是佛心。清净心就是禅呐。 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境界完全相同啊！我们知道禅有前身次第不一样啊，同样的清净心也有前身次第不相同啊啊！所以我们的目标。 要定在纯净纯善啊，心要纯净，佛心，行要纯善啊，这佛的形象。 有人问我：“纯善纯净从哪里修？”啊，就跟过去有一些人问我：“忍辱波罗蜜怎么个修法？”佛在经上教给我：“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”你从这下手。 心里头一点恶意都没有啊，充满了纯善呐、啊！这个是自己的大受用啊！啊，要知道有一点点恶念，那个恶念就是病根呐、啊！啊，许许多多。 学佛同修，身体不好啊！你身体不好，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呢？你把那个病根找到，那个病根就是心里面掺杂着不敬不善啊，不敬不善贪嗔痴慢。 病根呐、啊，病根拔除，我们修行圆满才有指望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